大家好，前面几课呢，我们一起了解了 PHP 中的 Cookie、Section 以及它的高级使用，对吧？这一课呢，我们一起来了解另外一个扩展，它叫做 GD 库。好，下面我们开始。GD 库啊，它是我们 PHP 处理图形的这个扩展库，它提供了一系列的用来处理图片的 API。我们使用 GD 库可以处理图片，或者是生成图片。 在我们的外部项目中，通常我们使用 G D 库来生成我们的缩略图，或者是对图片加水印，或者是用来生成验证码，或者生成一些报表，对吧？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了解。好，我们看我们如何安装我们的 G D 库。首先，我们要确定我们的 G D 库是否安装。我们在命令行可以使用 php- 杠 m，然后。 忽略一下我们的这个 G D，对吧？我们这里要加一个杠 I 啊，或者大小写的，这是我们的这个命令行的一个这么一个命令，我们就可以查看。如果我们在外部里面的话，我们可以用 P H P info 这个函数，对吧？我们把它打印出来，看是否支持我们的这个 G D。来，我们确认一下我是否安装，好吧？看，我已经安装了啊。 但是我还是要大概的讲一下，就是我们如何进行安装。好，如果我们的 PHP 是源码安装的话，我们只需要在编译的时候加入这个 with GD 这么参这么个参数就 OK 了。而如果我们是在 Ubuntu 啊，或者大便这些系统上面的话，我们使用 apt-get 对吧？我们就 apt-get php5-gd 这样就可以安装。 那如果我们是我们的这个 s e n d o s 那我们就用 YUM install，然后、PH、p h p 杠 g d 安装完之后，我们需要重启我们的这个 PHP 服务啊。这跟安装其他扩展类似，对吧？安装完之后肯定要重启一下我们的 GE，GE 库的。而在我们原先编译的 PHP 不支持基地的情况下，我们需要安装 GE 库，那就有需要我们。 复杂的一些操作了，我们首先是要下载一个下载安装吧，下载安装我们的这个 l i b p n g 库，这个具体的这个我就不再一个一个去写出来了啊，之前我都装过啊，然后再是我们下载安装我们的这个 freetype 这个库。 装完这两个之后呢，我们就下载我们的 g d 库。这是对一些特殊的情况啊，正常的话，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在编译的时候用位子 g d 或者是用这两个命令，在一个系统上面就能进行安装了。而这种下面这种就是已经有一些源码装好了，然后它不能在这种方式安装的话，那就我们就一步一步按照这个方式来装，好吧？至于下载呀、编译啊这些，我就不再一一说明了。 好吧，然后我们看我们的这个基础的一个简单的使用，好吧，我们看一个代码来，我们代码在这里。首先，我们定义了这个 head 头的一个内容的输出是我们的 image，然后斜杠 png，对吧？输出的是一个图片。然后第三行、第四行是我们这这个变量 str 进行赋值。然后第五行，我们是创建了一个从这个 image button。 一，这里创建了一个图片，对吧？这个图片的对象我们用这个 R M 这个变量存储。然后呢，我们创建了一个颜色。然后我们在这个图片的这个宽以及这个位置，我们定义了这么一个距离。定义这个距离是做什么事情呢？是因为我们想在这个图片上面写字，用我们的 i a g e t 方法。 然后在这个位置把我们的这个字符串给写上去，对吧？然后使用我们的颜色就是这个 orange。然后第九行就生成了，重新生成了这个图片。然后第十行就销毁这个图片的对象。好，我现在我是没有这个 button 一点 png 这个图片的啊。来，我们有办法，我们打开我们的这个。 因为几点百度，下一个图片下来不就行了吗？对吧？啊，我随便找一个哦，找个旅游的吧，找个颜色，哎、呃，这个好像还不错，对吧？哎，这个好像没有图片啊，那我随便找个明星好吧，因为我要一张图片。 就顺便点了这个吧，把它下下来。好，我们把这个图片移过来啊。我们首先要创建一个 images，然后在我们的 images 下面呢，把我们的这个 download 的这个图片呀，f 二一，对吧？移到这里当前目录的这个 b u t o n button 一点 png。 好，我们打开看看啊。好，是可以看的，没问题的，八等于一对吧？来，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代码里面来。好，八等于一点偏七。那我们现在来执行这个，我们把图片存储到这个目录之后，我们一起来运行一下，好吧？哎，看到它报错了，这是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刚才下载下来的是个 GPG 的这个格式的，对吧？ 虽然我们从命名成了 PNG，但是我们还是不能使用 from PNG 这个函数的。来，我们改一下，我们 from GPG，我们这里也改一下。来，我们执行，看，啊，这里是 g p e g 啊，这里也要改，都是 g p e g 啊、他告诉我说没有这个，好、哦，我们这里要变一下，我们是偏 G 对吧？你、啊、看，输出了乱码，输出乱码呢，这是因为我们现在输入的是这个图片的内容，所以我们在这个控制台里面肯定都是乱码。来，我们保存一下。假如我们在这里给他传一个发链过来。 然后我们的发 i 内的定义呢，就是 image 是 r、A、b u t t o n，我直接设个 b 点 j p g 吧。来，我们再次运行，那这一次呢，它没有输出了，好吧？然后我们在这个目录上看一下啊，来，我们 ls 一下，你看是不是我们有两个图片了？ 来，我们打开进去看一下，看我们在这个上面写了个哈哈，对不对？好，我们原来的图片是没有写这个哈哈的，对吧？这是我们通过基地库给写上去的。好，来，我们回到我们代码，刚才我们有运行代码有出现错误，对吧？然后我们有修改代码，对吧？ 我们注意到一个，就是这个函数库的使用，这个 API 的使用跟我们的这个图片类型是一一对应的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，我们有可能被这个后缀给忽悠了啊，但实际上它原来的图片类型还是没有变的，虽然我命名成了 PNG 格式，对吧？所以我们把这个 API 修改成 JPG 的就 OK 了。好，这一课我们就到这里了。